那最重要，你想要让它皮煎得好看，有一个小撇步，哦，注意看了，就是你拿这个湿纸巾沾这个沙拉油，对，然后抹在这里，抹锅，对，就是让锅吃点油，这样比较不会油倒太多，就是薄薄的，然后你这样煎起来，它的皮就会有那个纹路在，很漂亮，哦，也比较不会粘锅，对不对？对，哦。 请问我可以用那个鲜奶油在上面抹吗？直接抹？鲜奶油不行哦，会焦掉。对，还是会焦掉。对，如果你说无盐奶油，无盐奶油也是 OK。橄榄油。好，你看，我们这个油抹的薄的程度是几乎就薄薄一层，很薄，就是薄薄一层就可以了。好，对，好，那我们准备一个这个汤匙。好，等一下我们就给它舀下去。师傅，你做过甜点觉得最难的是什么？最难其实。 法式甜点在所有甜点欧式甜点里面是最难的，因为它的层次非常多，它至少你一个甜点里面至少会有五个工在里面，五层至少都会有。像刚刚我们在吃的那个，其实都它都有很多层，只是看不出来而已。对，法式，不管甜点还是料理都很多搞。对，嗯，差不多了。好，来喽。那我们现在把它倒下去。嘿，哦，听到这个炒的声音，有一个声音，对，现在先离开火，是不是？然后边。 边摇一下锅子，对，让它受热均匀。对，就听到这样唰唰的声音，然后就开始慢慢煎。你看，很薄，所以它你到最后你再怎么样，它就不太会流了，有没有？对，它已经开始，然后你剪了，对，有点像。润饼那种面糊很糊哎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我真不会，那下去那个受热飘上来香味有点像红豆饼刚开始下去。哎呦，你冷静一点。 太多了，不好意思。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判断它有没有熟，有没有上色呢？我们可以其实先注意这个旁边，它这边旁边它会先上色，大概上色了以后，你就可以稍微你就可以注意它可能底部就已经差不多有着色了。嗯，对，上色，边边比较薄，旁边比较薄，它会先上，它会开始颜色会开始金黄色，金黄色，对，好，慢慢的然后开始着色了哈，整圈了，好，对。 我们再注意一下，好，差一点点，它已经有着色，但是很淡淡的。我喜欢让它再金黄色，所以连底部全部都要着色到一个均匀度。对，那你这个火候就很重要啦，对不对？你不能说等到中间 OK， 旁边焦掉也不行啊。对 ，OK 了，好了，来，我们来，我们拖出来看一下。我可以先放在这里。哦，你要把它倒到盘子上啊？对，就倒在这个盘子上，漂亮，放起来，好漂亮。 就会有这样子，给师傅，真的不是润饼，给师傅，不一样，真的，给师傅，不一样。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出来做这个呢？给师傅，我感觉好厉害哦。那我们继续哦，趁它现在在锅子就很热的时候，你就开一直煎，一直煎，它就越来越快，因为第一次煎它可能速度慢一点点，因为它这锅子还慢慢的着热，了解，上那个温度在上升而已。 文华，不知道哎，你来，我敢，来试一下，试一下，试一下，来，文华来试试看，来，阿文郭师傅在旁边引导他，好，对，好倒下去，然后就赶快摇，对，然后再移匙，因为这个汤匙有点小，一点点就好了，这边补一点点 ，OK， 好，这样的，对，嗯，厉害，对，让它均匀，对，然后就放，多了会不会？没关系，不会，这样不会，自己一定要说不会，好，然后这样就放着就好，然后就放着，然后就。 等待它这个，然后就你去帮我检查，因为它那么烫，谁敢啊？不是这个检查，还有一个方法，你可以把锅子整个拿出来，不要在火上面，这样会比较不会那么热。对，也可以。但其实你摸旁边，它其实不会烫，你要摸中间，很快就焦的颜色就出来了。对，第二次它现在锅子热了，刚第一次它因为它还在热锅，对。 然后要煎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，它的火，因为它的火比较小，所以你可能这边煎一下以后，你可能要移过来一下，让它稍微稍微均匀。哎，这个是我们一般没有去注意的。对，蛮厉害的。对，慢慢着色，然后就可以再看一下。嗯，差不多了。好，对，就是要这样的金黄色。很快。那现在不是，那现在怎么办呢？你这如果待会这层要拿起来，你是要放在火上慢慢叠起来，叠起来它不会粘。不会粘哦。对，不会粘住的。待会闷在里面湿湿的。 不，还好，漂亮，哎呦，每一撇漂亮，好香，每一
片，好香，每一片都这么美，而且一种蛋香味，你飘出来，出来了。你看我刚刚这样子也 OK 哎 ，OK 啊哈，这我很好，又可以上手哎，没有做，证明真的是容易的。很简单，很简单。接下来第三个就第三个，家里你可以试着做，来来来，我还蛮想学的耶。对，抹一下油哈。对，来你先抹一下来，吃一点油。好好玩哦，好吃又好玩。最重要就是吃，让它有吃这个油，它才会有这样子很自然的这样子的颜色。哎呀，这么漂亮，漂亮，好，我觉得很棒哎，回家要做。加热对不对？先加热。恋爱了，好 OK， 那大家也可以在这里帮我们调好面糊，让我们一人带一包回家。面糊很重要，面糊是灵魂。对，已经教大家怎么做了，因为面糊是灵魂。对，是油是油，是是是是是。好赞哦，好，均匀了。